You're watching RazorPod with Shi Ting and Mei Chun. Mm-hmm. And with us are Arken and Darien. Oh. And this is the last lap of our marathon on promising newbies in the Mandopop scene. Mm-hmm. We will now focus on our own Singapore bred singers. Mm-hmm, that's right. Mm-hmm. Okay, we have two guys. 他们两个都是那个寻星节目出身的。 一个声音很像张信哲。 然后另外一个外形跟歌路跟罗志祥很像，应该知道我在讲谁吧？知道，知道。你觉得他们的机会如何？其实我那时候在那个娱乐大赏上面看到那个何伟、何伟杰的Derrick表演，其实真的有被抢到。就是他，因为你像你说他很像那个罗志祥嘛，其实有不过他少了一点就是高度。我觉得一个人。 像我的话呢，我在台上，我还怎么样都还是比那个角逐就主持的话呢压下来一点，因为他的高度，他有像我们刚刚又在说的那个压场的气势，你矮矮在那个地方跳哦，好看是一点，可是好小是，你说的啊，我知道要怎么做，你要找那个 dancer 要比你矮。 比你矮半个头，可是这样就很好笑，像一群小朋友在跳舞啊。OK， 我知道了 ，Derrick 就比较像小朋友，可是他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你知道他有那种邻家男孩啊，台湾女生好喜欢这种男生，他们喜欢帅的，有气派的，可是他们觉得这种人不可能成为自己的朋友，可是这种男孩型会觉得哇，他如果是我男朋友，他很帅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 appeal to 那个。 反而像黄靖伦，刚刚你说那个张信哲的，他就胜在他的傻气。因为他一开始出来就是他讲话就比较少，而且每次讲到有点无厘头，然后像讲成语四个字。对对对。我在他红之前有跟他接触过，他在去超级星光大道山之前，因为他们来新加坡找人嘛，我有请他上节目，因为我之前有碰过他。他那个时候反而没有，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很 typical Singaporean college guy，OK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他去到台湾之后，我相信啊，台湾制作人一定有包装过，就是我跟他讲说 ，OK， 你的特色是这个，你一定要加强这个，所以他一上电视就是四个字，就是一个 trend， 一个 trend， 一个 trend，被培养起来，对，你自己在这样看，我觉得对了，就是感觉上很 polish， 已经被训练过，包装起来，包装了。那个何为健呢？你自己在，因为他自己有性格，其实对，你应该没有什么影响，没有影响。我只对那个天桥地下道有印象，因为那首歌是最红的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他之前有一首快歌是什么？无法归类，那个很小猪咯，就很小猪那首歌。不过比较起来哦，跟最近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比较，最近有一个。 演戏演了蛮久的一个人，抓唱片，他就唱了一首叫《So What》，然后我们就把他跟那个无法归类比赛起，我们就发现，哇，真的，侯维健有希望。哎，你知道这样讲，讲到很像说跟一个很差的比，他就有希望啊。没有，只是因为同样是在新加坡这边的，就是算是发掘出来，侯维健有那个 X，他很强，还有那个，而且他就是一个私底下也是一个很一级的一个那种，我一直问，哎，Ken怎么样？而且他上来上我的节目哦，他去读我的部落格，我觉得这个艺人好像，他有访问你还是你啊？我奇怪，对不对？他问我们读艺人的，你问他，可是他读我的，我就哦，吓到他说你进部落格好像不太开心，吓到了，所以他是很贴心，他有贴心啦，也是有名，你跟他接触我应该，我没有接触过他了，哦，真的，没有访问，对，没有访问，没有机会，对，太小看他，对，好像对吗？ 我感觉他蛮，就是蛮可爱的，就是 boy next door 对。因为我们讲完了男生，现在讲女生，觉得我们的新加坡，孪生姐妹花白兔有机会吗？我觉得哦，表达一直都有说你说。OK。其实我们刚出来的时候 ，was skeptical， 我就马上 condemn， 因为。 第一 O level 没拿到，你对呀，不要这样啊！为什么出唱片？对，后来因为最近有机会接触，觉得他们女大十八变这句话是真的。还没十八，对，还没，对呀，所以差不多了。所以那个型开始出来，而且就是也是被唱片公司训练了，训练有素了，就是完全听不出有新加坡音，对，拉链咯，全部没了。
嗯，而且就是，但是你怎么做？你有感觉就是说，你跟新加坡人还是说就是接触的时候，你难免会说，对，说 Singlish 还是什么的，他们就跟你说，我们是不说 Singlish， 还会这样跟你说，是啊，可是连燕姿都还会拉一下哎，对，刚说燕姿，她就是有那个亲切，对，就反而像 Tanya 其实也是 Tanya 几个啦，以前呢俊杰其实也会，会他回来的时候他讲话哇就是新加坡腔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回来新加坡就这样咯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这样，就开始用掺杂的语言来聊啊。可是其实不能怪他们，虽然他们有在外形跟特色上有变，可是他们毕竟有长时间在台湾，以他们的成熟度来说，他们还没有厉害到能够分辨。不像你知道，不像燕姿，她去到那边，她接受的文化，她有一部分是她觉得她应该要保留的。对，白族还没有，她就是一张白纸的白纸的白纸。对，去那边，她给她装就完全吸收进去。对，所以她可能啦，就真的到二十几岁之后，她慢慢的接触回来这边的文化，就变得那么多。嗯，都是有潜力的啦，这两位。嗯，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他们的自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只会跳舞。嗯，可是其实我私底下听过他们唱歌，是 OK 的，他们是很厉害唱的。嗯，他们有一次合唱 Happy Birthday Song， 嗯，我听了之后我很有那种 Disney A Whole New World 的，他有合音吗？他合音出来是很甜，就很甜，可是又不会太的那种感觉，跟 S.H.E 差不多的啦，有点那种感觉。而且 S.H.E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，是走音走到很严重，一开始的就是他们第一场演出，可是白兔不会，白兔就是。他一开始，因为我从他们一出道，然后他们去台湾又再回来，我访问他们三到四次主持过他们的第一次活动，我觉得他们有变化，肯定这一次回来哇，刮噪到一个程度，我不知道怎么 control 他们呢，他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之前是不会讲不会讲不会讲，然后就推来推去啊，就是一个包装，可是他们真的在唱歌上他们是，对，他们是会唱，而且他们不要小看他们，对不对？对。